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十美观，还是看今仔日三月三十号的南投新闻。南投宝贝秀定宫伫今仔日三十号透早举办第四年的走路顺乡绕境活动，所有来自各县市的信众将会对着今天上帝地爷公，做过对南投市的红米路，一步一脚印前往民间乡秀天宫来挂香。关掉黎明前和立委柯淑华也特别前来开香点起尾炮，祈求国泰民安，南投赚大钱。在地下宫筹备以后，由咱的馆长林明进、咱的李伟、柯淑华以及关议员丁兰，做伙来开香祈求，所以来轮流来点起尾炮，展开今仔日寿天宫、行路顺乡到民间乡寿天宫的活动。要来陪咱先天上帝地下宫吼，一步一脚印，来到咱民间前辈客吼寿天宫来回乡进乡的大日子吼。尤其今仔日的啊，来自咱的日本、高雄、台北啊，咱中部的吼，所有咱这个爱好地下公这个好朋友咧，拢总欢欢喜喜来参加吼，啊，拢是了咱地下公吼啊，保庇之下吼，吼咱大家用平安顺时这上要紧的吼，所以讲伊有个心愿，讲逐年伊拢要用行的吼，啊，予咱这個南投国民吼，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吼，来用大赚钱，几啊千个参加用行。对咱的今年，行到咱这里做这个名单的寿天宫来回呢吼，嘛是爱差不多伫六点钟左右呢吼，用这个活动真不简单。关注人民群也祈求伫咧先天上帝的保庇之下，会用关真顺利，国泰民安。并表示会结合各级民意代表努力拍拼，分担到国民赚大钱。这个县政工作的推动啊，拢会当顺利啊，咱南投国民。大家拢会真正平安吼，啊，今年啊，会当比如讲拢无灾发生吼，啊，馆长咧，啊，会佮咱馆务的团队，啊，佮咱咱这民意代表，咱的立委吼，爱继续认真拍拼，拼咱南投县的经济，啊，咱甲观光客带入来。把物件卖出去，透过着要紧，我相信讲会当予咱整个南投县的，尤其真侪遮台地的，因做事业也好，也是讲予因的身体拢更加平安。嘛，请咱所有咱的众神，把咱的路头路尾到看过，予咱身为朋友出席，拢会当非常的平安顺心。拄啊，今日的顺乡活动，伫明仔三十一号下晡，也将会伫南投市区要紧集合，欢迎民众前来到热闹。尤其咱今年的节目真正无同。拢总是用咱的传统文化的顶头，要来绕境市街吼。啊，若爱好顶头的好朋友，你明仔下晡一点咧，嘛用来个南投市街吼来看闹热，大家啊来陪地下公闹热。为南投市出发，一路行到青皮溪寿天宫，全程中爱制作四点钟以上，不但会当展现信众的信仰，也鼓励民众会当来参与地方盛事。今日就算差不多。